Berr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哥哥，我也要吃冰淇淋。好热啊！大太阳火辣辣，晒红了我脸颊，冰淇淋都融化，好想清凉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带上你的玩具呀，一起去游泳吧。小手轻轻划一划，一起来玩耍吧。哇哦！大太阳火辣辣，晒红了我脸颊，冰淇淋都融化，好想清凉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带上你的玩具呀。我们来比赛吧！好呀好呀，看我的小脚丫，像鱼儿的尾巴，它穿过了水花，哗啦啦啦啦啦。宝贝不害怕，小手轻轻划一划，一起来玩耍吧。嘿，耶，我赢了。巴士轮子转啊转，大家快上车了！来了来了，开心虎慢点，东西都掉了。出发！圆圆的轮子转呀转，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圆圆的轮子转呀转，转呀转。丛林大剧场，哦吼吼的幕布慢慢拉开，丛林的精彩大舞台，准备好，该谁上来？嘎嘎嘎！哦，是鸭子，大家来鼓掌。他来把歌唱，啦啦啦啦，哦吼吼的幕布慢慢拉开，丛林的精彩大舞台，准备好，该谁上来？哇呼哇呼，哦是猴子，大家来瞧瞧，他来把舞跳，恰恰恰恰，哦吼。后的幕布慢慢拉开，丛林的精彩大舞台，准备好，该谁上来？哦
啊呜啊呜。首歌，看我折的小青蛙，真棒！嘿嘿，呱呱呱！哈哈，呵呵，哦，啊，吃东西之前要先洗手哦。嘿嘿嘿，好的。哗啦啦，哗啦啦。快来快来洗洗手，哗啦啦哗啦啦，不要脏手手，搓一搓揉一揉，泡泡装满小手手，搓一搓揉一揉，不要脏手手。嗯，看，哗啦啦哗啦啦，快来快来洗洗手，哗啦啦哗啦啦，不要脏手手，搓一搓揉一揉，泡泡装满小手手，搓一搓揉一揉，不要脏手手。Thank you.
充满乐趣。你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让我们就在一起，每天开心甜蜜。奇趣玩具屋。
我真棒。一二三，伸出手，轻轻划一划。四五六，摆摆腿，像只小青蛙。七八九，深呼吸，水花花花花，一会游泳了吗？伸出手，轻轻划一划，四五六，摆摆腿，像只小青蛙。七八九，深呼吸，水哇哗哗哗，我会游泳啦。三七上车，现在就出发。四五六，别害怕，想骑着小马。七八九，踩一踩，拐个弯到达。你会骑车了吗？照顾好弟弟妹妹哦。嗯，哦，我也要像妈妈一样照顾妹妹和弟弟。哦，我也要像妈妈一样，我一定也可以。他会帮我把衣服穿上，告诉我小鸟在叫我起床。哦，我也要像妈妈一样，哦，我也要像妈妈一样照顾妹妹和弟弟。哦，我也要像妈妈一样，我一定也可以。告诉我云朵是什么形状。哦，我也要像妈妈一样，像妈妈一样。哦，我也要像妈妈一样照顾妹妹和弟弟。哦，我也要像妈妈一样，我一定也可以。他会哼着歌轻轻唱，告诉我星星为什么在天上。哦，我也要像妈妈一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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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妈妈一样。钓鱼的故事。小指疼得我哇哇哭。
他去找回家龙。你为什么放他走？他咬住我手指不松口，那只手指被咬住，右手小指疼得我哇哇哭。一二三四五，一条小鱼被抓住，六七八九十，放他去找回家路。你为什么放他走？他咬住我手指不松口，那只手指被咬住，右手小指疼得我哇哇哭。好玩的月份游戏，快点快点，我们来学一学，一年有几个月，左边右边，谁回答的正确？正面反面，每张都不能缺。现在知道一年十二个月，快去找找，找一找，瞧一瞧，要弯起多毛毛，这边。游乐园真好玩，哇，这里一定很好玩。快点快点，我等不及了。和我一起去游乐园，游乐园里转一转，和我一起去游乐园，游乐园里看一看，大大滑梯和秋千，跷跷板真好玩。选滑滑梯，跟我一起来，快来快来，一起一起玩一玩滑滑梯，大大滑梯和秋千，滑滑梯真好玩，快来选一选，快来选一选，大大滑梯和秋千，滑滑梯真好玩，真呀真好玩，真呀真好玩。我们再去玩点别的吧。好呀，和我一起去游乐园，游乐园里转一转，和我一起去游乐园，游乐园里看一看，大大滑梯和秋千，跷跷板真好玩，快来选一选，快来选一选，我最喜欢跷跷板，跟我一起来，快来快来，一起一起玩起跷跷板，大大滑梯和秋千，跷跷板真好玩，快来选一选，快来选一选，大大滑梯和秋千，跷跷板真好玩，真呀真好玩，真呀真好玩，和我一起去游乐园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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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心快乐游乐园。
颂歌。大怪兽来了！快跑呀！跟我一起走呀走呀，点点脚，踏踏踏，伸出我的双腿，跑呀跑呀跑呀，快停下！有趣的声音。什么声音？听一听，听一听，什么声音？叮铃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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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铃铃。听一听，听一听，什么声音？叮铃铃。声音咔嚓嚓，咔嚓嚓，咔嚓咔嚓嚓，咔嚓咔嚓嚓。听一听，听一听，什么声音？咔嚓嚓，咔嚓嚓，咔嚓咔嚓嚓，咔嚓咔嚓嚓。听一听，听一听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滴滴，滴答滴滴滴。听一听，听一听，什么声音？睡着了，嘘，请你安静，请你安静，嘘。受伤了怎么办？我受伤了，我的脚脚不能跑不跳，宝贝你要保护你的脚，平平复复就会好。我怎么了？肚子咕咕叫，我喜欢动脑。宝贝我猜你是饿坏了，吃点东西就会好。我怎么了？脸在发烧，刺痛受不了。宝贝别在太阳底下找，涂涂防晒就会好。我怎么了？鼻子臭臭，真的太糟糕。宝贝鼻子流血不要闹，压住止血最重要。真的真的太糟糕，一定要把医生叫。
土豆土豆。